新一代极飞农业无人机及智能测绘、高效播撒和精准植保于一体，凝聚强大性能与可靠品质，开创智慧农业新旗舰。为满足用户不同作业场景需求，极飞2022款农业无人机分为 P100 和 V50 两种机型，均采用行业首创的分体平台设计，飞行平台与任务系统可完全分离，随时随地快速换装，在减小搬运体积和重量的同时，更为维修和保养带来便利。 P100 延续极飞农业无人机经典四旋翼结构，拥有40公斤有效载荷，升级的动力系统和智能操控方式，大幅提升作业效率，降低作业成本。 P100 具有11公伏雾化颗粒，最小可达到60微米，配合稳定的下压风场，带来更好的作业效果。换装播撒系统后，料箱容量提升至55升，波幅大小精准可调，最大飞波速度提升至13.8米每秒，一组电池可完成7架次280公斤尿素的播撒。 V50 采用极飞领先的轻转双旋翼结构，作业更灵活，运行更经济，机臂快速折叠，便于搬运，20升药箱满足大多数植保作业场景。换装播撒系统后，料箱提升至25升，轻松实现精细化播种和施肥。极飞2022款农业无人机均配备 Super X4 Pro 飞行控制系统，新一代4D 毫米波成像雷达，更远的探测距离，更为细腻的避障能力，全面保障飞行安全。 PSL 飞行员视角影像实时了解无人机工作状态与田间作物状况，复杂环境中也能精细化作业。极飞智能超充电池兼顾能量密度和安全性，具备 IP67 级防护能力，可在水中急速充电。全新 GC9000 燃油充电站，高效率的移动充电解决方案，两块电池充电时间只需13分钟，发电机与充电器分离设计，支持试电直充，降低充电成本。全新极飞农服 APP 进一步简化农业无人机操作方式，仅需一部智能手机就能轻松完成农田测绘、植保和播撒作业，优化的通信链路，弱网环境也能稳定运行。安全辅助点升级为安全作业区，根据地块状况自动优化进出航线，进一步降低能耗，节省作业时间，支持一控多机和多地块连续作业，显著提升工作效率。除此之外，极飞农服 APP 还集成了人工客服中心，作业过程中有任何疑问，一键即可获得帮助，精准高效，智能可靠，这就是极飞农业无人